接下来呢，吃下青枣，这个青枣超好吃。我选的是这种有一点发白的，非常甜，还有一点发酵的味道。有一点发酵的味道，很好吃。好吃。有一点，第三颗有一点微酸，但是它有那种发酵的味，真的很有风格，很好吃。这绝对是何德何能系列，人间美味。青枣就吃完了。